永平工商餐饮科学生参加第46届全国技能竞赛北区蔬菜，成果丰硕，其中餐饮服务组拿下五连霸，一共拿下三金二银二铜四优胜两佳作，13位选手为校争光，之后将代表桃园参加第46届全国技能竞赛决赛。参赛的选手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精进技能竞赛，获得竞赛奖项肯定，为自己取得参加决赛的机会，未来将以争取国手为目标。那这次比较难的部分是因为加入了一个烤鸡切割，这个项目是在全国技能竞赛才会出现的一个项目，所以对选手练习起来的话，其实花费了非常大的时间跟费用，但这部分我们还是去克服，而且学校非常的支持我们，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准跟表现。一二三名都已经比过第二次了，那我们进入全国赛过，全国赛的一个项目里面单项就是烤鸡，所以我们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练到精手，练到好，然后学妹他们是因为第一次碰，难免会有一些挫折，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教导他们。其中西点制作第一名的选手邱佩瑜，去年比赛惨遭滑铁卢，他告诉自己要再接再厉，肯定自我能力。平日总是默默的练习。另外，中餐选手许明玉是第一次参加竞赛，努力不懈，不放弃任何机会，在老师的指导下荣获第一名。主题是一千零一夜，然后当然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灯，阿拉丁神灯。那我就用神灯巨人去呈现这个作品。这一个作品是以气势去带的，因为它整个很有气势，第一眼就是给人家看的就是气势。然后你要从文字叙述中，就是达到评审要的。所以像我们有一道菜叫做糖醋丸子，然后它的下面还有文字叙述，就是说只呈现主菜跟少许这样子。所以它只要丸子，它不要其他的像洋葱的配料或其他红萝卜的配料。所以大概很多人都有出现，然后就与题不符，然后分数就没了。三个小时内要做出四道菜吧，就是因为很赶，然后其实刀工都还蛮复杂的，所以要就是加快脚步，就是可以同时间可以做两件事情，就赶快去做这样。第46届全国技能竞赛北区分赛优胜的前三名选手，除了可以获得10,000元到3,000元不等的奖金、奖牌以及奖状外，三年内还可以获得相关职类丙级技能检定术科免试资格。未来还可以参加全国赛，与其他选手竞技，角逐国手选拔，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技能竞赛。唐希文、董宇飞采访报道。